干嘛回应？假陈信宇，好，上中东博公天管杀你了。对，好，嗯，啊，最近苗都看会出来了，嗯，其实为什么呢？因为阮党内底规定，就是讲你爱开党团会议，爱开党团会议，再增加议员上中评会去处理啦。是，爱今仔无开党团会议哦，伊开干部会议尔，干开干部，干部会议吼，都几个人签名啦，哈，就是第一个安平弄总长，安平弄，好，这科长诶，张文水议员，副总长，哦。文水啊，哎，文水啦，文水啊是江山的文水啊呢，哎，文水啊啦，啊，文水啊签了，哎，签落啦，文水啊加签，签落啦，啊，哎呀，我讲今日来这，给你得去真侪人，哎呀呀，啊，干事长陈明哲，什么人？陈明哲，陈明哲，林侯亚迪呀，我来的陈明哲，陈明哲啦，哎呀呀呀呀，明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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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兄弟啦，哈！哎呀，伊也签了，伊签了啦。啊，就是讲，啥物叫枪击案？阿边也是去因兜出来，甲用开枪的咧。啊，佮一个副总叫林副部，林副部就我无熟吧。嘿，这基本上是拢起来啦。好，啊，我做咩讲就是讲吼，嘿，加违反咱党的规定是，吼，无开党团会议。用党团干部会议都甲陈信宇哦天权三年上中都无处理啦是，以上我讲即个议员签名吼，即个议员当选啦吼，议员当选啦，大家爱反省是啊第二啦吼，我伫遮要讲啦吼，我今日做一个民众党主委是，今日我来伫中央党部陈信宇这个党纪案，对，我那无法度甲动落来，是，哦，我那无法度甲推翻，嗯，哦，我那无法度甲撤回，对，哦，我党纪委我辞掉，你也辞是，哦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，你动其他里哈，嗯，陈信宇腐败到这程度，陈信宇迄刚提议回来，对，是呀，可困难动用警察权，迄是违法的哦，是啊，伊刚会删，我甲你报告啦。哈，咱台湾哈，对立法院到这个地方议会啦，无定检察权，无检察权，无检察权，一定无检察权哦，无法院哦，对，迄都是为什么今年六月份哈，咱美牛案发生的时阵，是啊，迄当阵王金平议长，嗯，吼，国民党的这个中央要求动用警察权，是，把这个霸占主席台，加民众议。诶，为拖走一万，了解。伊王健民讲，伊讲咱台湾都无这法院，是一定会当动员这个警察权嘛。所以咱台湾其实是无，一定无警察权的。了解。啊，迄间柯坤元，嗯，哦，叫哪个警察，你去要把陈信宇拖出去？我讲吼，迄违法呢。柯大一定嘛出到去，东东一个五千以上的男子犯，个查甫囝。啊！你去求一个陈姓的查甫议员啊，所以我就讲你查甫个，你又讲我都不爱讲伊兄弟就是。我讲那查甫变查甫嘛，讲吼伊当我人来讲嘛，讲会过。啊！你一个大议长，五千个以上的男子汉，你去求一个陈姓的，而且乱叫个女性，对，那不是对。啊！民进党都无人啊吗？啊！我要讲就是。民进党无人哟，我今日就要讲这啦。嘿，哦，柯坤元，嘿，我无法运动用警察权啦。是，这是叫做唔捌伊个兼无卫生。是，哦，啊，要啊，结果呢，今日党团干部甲陈信宇上这东区，迄边孙阿三呢，今日咱家己个姊妹也伫外口，嘿，哦，叫飙车族拍到，是受伤哦。等来个处理，哎，佮处理一下，佮摊两卡啦。对，甲讲，哎，我接无，甲讲你三个半先去外口。对，你就是去外口白蛇，看伊个飙车主甲你修理。对啊，对啊，咱个爹姊妹啊，去用欺负，咱来个笑，哦，都白付啊。哎呦，哎呦，伊个站袂啦。啊，弟君啊，你讲，那我做两下。
如果今天你等陈信宇啦，真正叫党纪处分，哎，哦，我中纪委我绝对辞掉。啊，我今天进前我来动，放生一个陈水扁的兄哥，摕阿扁的钱的人，这大拢摕有得个。放杀一个陈水扁，就去放杀，佮放杀一个陈信宇，啊，对不对？今仔日啦，吼，政治的道理真简单嘛。是，咱也是讲惊这个乌索索的人，咱也是惊讲乌色列啦，吼。安尼不容易啊。对。咱头下找特别创啥？无啊，你都到国民党倒啊？无，唔是哦。啊，这唔是佮到国民党民众问题啊。对。后盖若要参加政治啦，是，咱叫咱的少年囡仔读个就特别创啥？你看你要四海地联，还是要去参加这个山地七贤帮？做了码头啊，做了码头，对啊，好，安尼诶，佮换这个诶，刚做个市长呢？诶，是啊，啊，咱都免读册啊嘛，都免读册。啊，佮今仔日，那我甲高雄这个现象，地下风的这个现象讲出来，是，哦。高雄市就是政治风气未好啊，所以无怪阿扁这阿未过，你把阿扁控制掉嘛，无在掉，因为靠帮嘛，阿扁拢就靠帮的啦嘛，啊，即嘛那签字的陈明哲、丁文水啊，加这什么林富宝，哪加签的这种代表这种靠帮的啦嘛，对不？所以那是搞真正要把扁控制掉。这一票绝对走去嘛！啊，所以我准备就讲，我为什么要中央关机啦？了解，就是讲，来中央党部到时阵派中央委员来，是，啊，中央委员来，对，监督，哦，啊，党主席亲身来坐镇，对，上招票，嗯，哦，就讲，这届本来可能路线哦，对，一定选举也过哦，哎，招两票，对，两票，哦。啊，迄两票吼，就是尾仔拢去用查出来了。这两票哦，就是洪平龙。洪平龙哦，啊，一个啦吼。什么人？伊迄有嫌疑啦。无去互当去，啊，洪平龙是确实哦，对。伊拗过来，佮拗过来，迄拗混正清楚。对，吼，尾仔吼，都是有人相相约。哦，洪平龙去用开除党籍了，佮去中央替伊讲话。什么人？哦，是咱高雄的大佬啦。啊，什么人啦？啊，就是咱陈市长啦。哦，陈局嘛。哎，是啊，啊去甲讲话。所以陈局啊，结果阿扁拢退回来。对。哦，所以都啊，本来要伫咱咧讲啦。是。你以前讲，你另外一个议员什么人？查某的啦。查某的。哎啦。说啥啦？说你。说你。好，我知。好，嘿。啊，就是这两票走而已嘛。这两票走，啊，这两个票另外个税率的冬季敢无出分？啊，那当然冬季无甲出分嘛。对啦，对吧？啊，表示你民进党的离心离德嘛。诶，我感觉爱坚持，正义无坚持一条的。了解。诶，那结果你讲这人靠等来。对。啊，结果今日嘛是造成民众内乱。我这个问题，我做歹问你吼，恁局势也是最近变哪遐厉害？变啊！我已经唔捌讲迄叫做当局，甲我过去我所崇拜当局完全判若两人。是真问题，是做市长了，哈啊有迄个官威，啊是边啊交到歹朋友，我都讲边啊老师讲利用到这种。中国牌啊，是安尼影响到伊吗？这边阿扁的问题，阿扁的代志吼，当局是表现那认真啊，拍分数吼，伊是我那我个拍分数是头49分尔，不但无及格，佫无及格，中央无及格49分尔。不容易啊！哎，我做过这个当局办公室的主席，算过这个也不错。对。阿姨嘛是我政治上的老师，也是呀。啊，我去那里吼，袂使说直接讲伊批评伊的话，但是我讲建议啦，建议，我讲建议啦，因为我少年人我嘛知伦理嘛，我知，吼，啊，我袂使讲一寡背骨的话，我知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人伫社会上，吼，是呀，啊，迄个伦
理上，我甲局长建议几项代志。对，第一，改革爱有担。对，改革爱有担。咱大高雄的乡亲用52%，对，过半数。在迄当中加即个杨秋兴加赵顺咧选的时阵，是啊，互咱局长过半数，对，是要局长开单嘛？是啊，对，所以讲改革爱有担，改革爱有担，对，就讲咱互民众互咱遐大的即个开单，咱都爱改革。是啊，第二吼，所托吼，不要非人啦，爱用着人啦，爱用着人。今仔第二回来，对代表局者爱议员，也是讲正高伦理，吼，还是讲正高文政，这是市政府的公益。什么人？我讲那是那是，这贵。你如果那是代表局者啊，做那个议员啦，什么人啦？你讲像啊什么安平拢这种的啦？等等来，吼。安平拢代表局者啊，伊局系议员啊，全国用拢知影。安平拢是科动的人，啊，伊即马阁是单动的人。啊，意思就是讲，伊所作所为拢是，伊拢自称伊是局系的啦。伊局系，伊拢讲伊局系的啦。我要甲你讲就是讲，今仔日如果伫高雄市议会内代表，代表，吼。这个角色啊，对，吼、哦、是优秀、少年、优质、文性好的议员，这是角色的公益。啊，但是要爱家己背骨爱钱。啊啊，个迄个对党的迄个理念，吼、啊，背骨爱钱加共产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讲今仔日吼，啊，哪里当叫没里面算啊？而且全部当叫过来，哈，过有两年时间吼，我相信这个局势啊，吼，这两点做好了吼，就讲那个改革爱有大，对，吼，用人爱用着人，嗯，吼，啊，唔通或者讲不龙讲去代表伊啦，啊，起码就足简单，改革无大嘛，啊，用人用唔着嘛，吼，啊，起码就我就出去我做。后辈人，我甲局最后一个建议，即马是两项个建议，哎，你讲讲，就是讲我讲改革爱有担，用着人。即个问题，我排我都作者杨先生问我讲，即个高雄愿意钓鱼高雄，他哪来的能量有遐大影响力？你今仔人讲，今仔伊迄个鱼钓是苦个，咱苦个，咱不。你也有村啊？是，区个白毛组个诶冠军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阿区个伊做个太阿边啊，母阿边啊，那么讲诶，阿个区个本地阿边啊，迄个三代元首个，对不对？柯坤元，那么过去嘛，那听讲这个人是什么人物？今仔日以阿边啊上关键官僚诶家的诶关键的时阵，伊徛头出来。我都消灭民进党的党旗，够我都压制当局的讲话。破、哦，这人未来一定是假死人嘞！这来共产党哦，颁勋章哦，红星一号嘞，绝对、哦、红星一号嘞、欸。这种迄个就是天安门的啦。哎、啊，对对，我来讲，哎，柯坤元这个人，是啊。伊是一个纸老虎啦，纸老虎，啊是大家吼会惊伊吼。你纸老虎，你高雄市讲的要秘密出来。对，是嘛吼，我讲一个啦吼，是政府的官员吼，是上惊去林内街食饭啦，去学科院长交代啦。林内街是交代所，交代所啦吼。好，啊为什么呢？科科员啦，甲这个局长长吼，就去。食饭的时阵，啉到一个程度，嘿，吼，嘿，啊开始要忙啊，嗯，啊有一个惯势动作，是，就是手开始安尼拗，哎是，啊那起，啊就是开始情绪我都控制啊，情绪了，啊然后，啊酒啉落了吼，嗯，我当场看过了，个阿妈听过叫做局长讲，是，甲讲过，真侪公务员甲讲过，对。
歌曲局处长吼，错个六条。啊，我讲真个啦吼，错个六条。咱家的这个局处长，对，拢是真专业哦。是哦，啊，那不是博士就硕士的，了解，种真专业的人，对，迄个官员。是，咱家的文官嘛是拢通过国家的考试，对，哦，那嘛有那个尊严，对，哦，那嘛是讲。还是北部啊，都蛮那个美国。是，啊，这个考官官，哦，拢对这个诶，这个文武百官吼，包括机关同判，哎，哦，要叫要错要拉要怕呢啦。啊咧，诶，啊，都真侪查某机关，包括国民党诶，诶，机关迄个嘛去互伊二回来那个派过啊。哦，了解。啊，就讲伊这个情绪控制无好。了解。好啊，第二啦，就讲最近。哦，咱唔就咧听讲啊，即个特侦组咧查黑金啦。是啊。哦，我提供特侦组一个线索。哦，了解。高雄市是唔是有即个啊？有权利的即个老大啊。咱过去讲咧卖兄弟地嘛，都卖地皮啦。卖地皮。对。啊，即摆是唔是有人咧卖兄弟酒？小三，我是有听过卖兄弟，大家兄弟包戏啦。嗯，好多地米一罐小小啊，卖过来千啊。对啦。阿伟提助理的包戏，当作把水果包戏卖包戏。对啦。哈啊啊！阿我今麦甲你讲，高雄出现兄弟酒。兄弟酒。吼，就是讲高雄今麦啦，吼。嗯。官员甲这个议员啦，吼。啊，警察局吼，大家拢爱去交关一种酒，啊，一种酒吼，一罐吼，2350块，是啊，外号叫做阿爸白，乌酸啊 ，whisky， 阿爸白啦，吼，阿爸白啦，阿爸白想讲阿爸白就讲，哦，这以前对不二价，不二价，你说咩？固定数量。哦，爱交关，爱交关哦，啊，所以吼，高雄吼，起码你来戏摊啦，吼，还是讲吼，你爱去行迄种夜店的啦，是，哦，多点吼，你也看到讲啊，阿爸爸呀，阿爸爸坑底下，袂灵验，啊，无啦，我就讲啊，唔是讲咱袂灵验，袂灵验，哈，就讲啊，表示吼。嘿，这个嘛是个某一个人吼，好朋友啦。哦，啊，我讲奇怪啊，这个高雄市的这个局处吼，是，还是讲高雄市的各警察局的分局吼，对，哦，那爱去搞关于这种酒，哦，警察局惊的对。哇，这警察局这种趣味，我食嘛好澳玩遐遐菜话，你知道？是。就讲过去伫即个高雄市政府的时阵，我办公室主任，你看我先讲，你来想我这个讲这个保险，我是本来是我都负责到你转到高雄啦，伫台南我都负责你转到高雄，我无得负责。你其他讲这济哦，我是也是替你烦恼啊。哎，别烦恼，不那我那个你离婚啦。哦，离婚啊，我。卡都行动无方便嘛，我知，啊，我都摆卡嘛，是啊，这个人来要甲我抬，要甲我拍，我走袂紧啊。了解，好啊，这看破啊，就反正咱人伫世间，我知，追求的是一个公义嘛。事实要做点事啦。啊，其实我认为这是道理。没啦，你免惊啦。基本公义啦。了解，好，哎，啊，过去伫这个公司政府内底，是，好。啊，局处长，那澳管拢会推荐人事，哦，啊，伊上个推荐警察局的人事，哦，啊，警官的人事啦，警官，伊上个警，这局处长会惊伊咧，是，啊，我咯吼，拢甲伊讲，伊虽然我无人事，我是办公室主任，我无人事，对，但我拢甲讲，不要紧，你若讲洪主任说不要的，洪主任说不行。哦，所以拢得失的而已。系啊，个我得失足大嘅。是啦，伊啦，譬如讲官所经官嘅调迁，啊，经要请伊官所经官嘛，只讲伊本身阿边啊，哈，乌天暗地哦，乌天
险地，无危险地。啊，你这个警官有问题嘛？这个警官啦，摕到移调诶推荐函，要调临时，表示这个警官有问题嘛？不能遐，不能遐，第二那个处理袂啦。哦，是。第一者是生理人。哦。第二者是警察啦。啊，无怪。啊，这就是讲。啊，无怪高雄市即卖伫咱全台湾，人国民党甲恁高雄闹过啊。啊，就是讲，如果那是好在警察。啊，是啊。认为讲，啊，我去找这个澳元有效。有效。我大概都拢行这条路。高雄完蛋了。啊，我即卖要讲啥啦？对对对。要讲就是讲，哎，高雄市是一个进步的城市。对。啊，局势啊，嘛是真困难的状况之下，选到第一任的这个了解市长。对。啊，民进党嘛，伫高雄市过半。是。啊，我今仔身为民进党的一个中执委。对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对我的党无放弃。嗯。好不好？那个本来我搁拍摄，因为做韩志栋，但是我要留伫民进党。我对。我真坚持我。民进党是真好的政党。我要来改革。对。如果今仔日高雄这现象，无甲拍破，是吼、哦。我讲真嘞，我人生哦，我台中人啊，我知。但是我囝伫高雄出世。啊，你搬到台中倒啊？对不對？哪敢要我搬到台中倒啊？我人生欠钱，好不容易买第一间厝。人讲你买三间厝，我一间厝尔啦。对，好、哦，哎、我就是唯一间厝，我就是买伫高雄。了解。啊！我囝今年四岁，就是高雄出世的。我知。啊！伊就正讲高雄人，后壁就拢讲伊高雄人啊嘛。OK。所以我对高雄是有寄望。有是啊嘛，感情啊，有感情。吼、哦啊。然后因为咱高雄乡亲嘛，后面都较侪机会。是啊。啊！阮囝伫遮大汉。我知。啊！所以讲，如果我无徛出来，甲高雄会很伤。对啊，哦，向乡亲讲个坦白，是啊，互高雄市有改革的可能，对啊，把这个阿爸二长救来，安尼后盖高雄吼，愈来愈暖，了解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今仔日无人敢讲，不要紧，啊，我来讲嘛，了解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来讲，系啊，我就来汉字台讲嘛，对啊，哦，啊，加汉字台，加互你讲，系啦，啊，我今仔来去八台，反正都无人顾，就消音嘛啦，消音，嘿，哎。啊，所以讲，我今日来遮的重点，对，就是讲，要让高雄有希望。我知，吼，啊，就是讲，高雄是一个足好诶，过去哦，过去吼，李姑娘，过去一个王永坤的年代吼，去高雄，人讲啦，去高雄，其他都叫做情无奇怪。对，迄阵高雄乌社会上歹嘛。对啦。规高雄迄阵话哈，好刀光刀光剑影嘛，是不是啊？嘞，啊，好不容易高雄尾啊，啊，又历史即种了开始转型，你袂感觉已经足久啊？高雄没有什么警匪枪战，拢在刷对恁高雄台中去啊嘛，对不对？都台中取代去啦，所以高雄。已经有乡亲感觉讲，啊，人伊就讲，人啊，要去高雄，就是要带枪，要请完那边先，哦，迄个笑话已经无啊嘛，无啊嘛吼，包括迄阵屏东嘛，小干嘛，包括迄阵阮台南，伊在台南关诶议员甲议长，哈，去议会不小心枪掉下去了，对对对，我知，哦，迄阵会感觉讲，啊，台湾。那要比作菲律宾第二嘛，但是今仔你讲一下，你望着你良心来讲，高雄目前这个恶现象哦，这对过去民主先辈以及牺牲生命，这是一个真大的警觉甲真大风险呢。如果那无改革的，对啦，其实咱伫高雄去整个有什么意义？无意义，无意义。所以我今仔个国民党执政。个上简单的道理是啊，今仔高雄市，哎，吼，到底是白道的比例，的比例，还是这个黑道的管理啦？是，
今仔日到底是地上市场较大，还是地下市场较大？了解，好，了解。啊，这地下市场就是靠公务员。啊，当局敢要约束你？譬如讲，当局伊面临警察局长讲，警察局长，我阿你讲哦，你今后哪个看到你的警官、警员，规工去移调公务员，你要出出入入嘛？你拢名单拢甲记起来。我跟你讲哈，那澳元的这个副秘书长啦，哦，本身就是警官出身的啦。哦，了解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伊伫警界有伊的经营，哈，有伊的人脉，对啊。啊，所以讲，市长哈，嗯，上好是用下这命令，对吧？市长上好啦，是啊，用下这命令讲，嘿，不准去市长引导哈，嘿，泡地。哦，卖掉出力啊！过去警察会互人批评，足多警察去甲头哥在因头泡茶嘛。嗯，对啦。规工啊，就是甲头哥在因头。啊，对啦。啊，大部分嘛。你黑白板人啊，甲问讲无啦，我去遐收集情报。嗯。我去遐监视，吼，计唔能请教监监很多。你警察在在讲啊。啊，那个收集情报需要底下你不要最麻烦。是啊。你啊，你啊，我低吗？对啊，啊无啊无，开发生台中的警卫枪战，对啦，对不对？人家开成警察加坐去边头家。这就是讲，如果那是乌道甲白道吼，无个分落清楚。这国家完蛋啦！你这都是完蛋啦！啊，所以讲今仔日，今仔我都甲分落去遐讲，就是讲，我今仔日要讲这代志吼，吼，我下真大决心。对啊，啊下真大决心就是讲。高雄国安尼落去袂使，了爱改革，了解啊！所以讲，今仔日我着用一个人去博，嗯，一个议长嘛，是，我感觉会记得嘛。所以讲，我会惊无，我当然袂惊到要死，但是问题是讲，惊到落用。你看，你看，白白高雄甲台南拢民进党诶吼，对啦，人台南着足单纯，单纯啦，足单纯嘛。好，当然。当然，伊钓到查某个，啊，着民进党个呀，啊嘛，甲偌清着伊饲钓人，啊，再坚持哦，啊，坚持嘛，啊，我听讲一个咧，就是无招票嘛，啊，不是，有一个重点，那是同款吼，一个时间，台南市议会的议员，要争取什么工程配合款，是，哦，偌清着拒绝。技术哦，无简单啊，无简单啦，无简单哦，啊，这为什么呢？议员的工程配合款是真侪关系吼，拢造成迄个官商勾结嘛，对，叫破形嘛，破形吼，啊，高雄市这个阿官吼，嘿，哦，阿家阿爸嘞，是，哦，硬要爱就是硬要爱啦，了解，哦，啊，叫一千两百万，每一个议员拢一千两百万啦，每一个议员拢一千两。名义上看起来就是讲啊，即爱经过即个市政府公开招标，什么没有什么，但其中安怎从其实咱拢知影。知哦，啊所以啊，你就做一个首长哈。啊，当局都无核心你嘛，当局伊都无得乱清掉。啊，我拄下就讲吼，哎，即都今仔乱清掉第一名个。对啊。啊，所以我就讲，过去是做即个第一名嘛。是啊。即个是乱清掉第一名。对，做我重点就是讲，哎，改革爱有大，有大，有大就讲，爱坚持，爱坚持啦。对，哦，就讲，无应该予议员的这个工程配合看袂使好啦。对，哦，无应该听议员的临时建议的，袂使好人。是，哦，这是你做行政首长的哪项代志，明白？了解。第一，以省第二临时嘛。对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偌清掉第一。你原要爱工程配合管，我买好伊。第二，吼，你任何约聘雇，我全部拢上我广告。考试，考试公开来，啊，拢买来关说。对，偌清掉这些都了掉。了解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讲，改革有大爱坚持，就是爱安尼做嘛。了解。吼，啊，这些人不要紧啦，是民众的支持啦。所以乡亲，其他地方领来，甲咱讲两个关键。民进党
之所以过去当取代国民党两岸交金七六二，民进党无要交金挂钩。第二，民进党无要甲中国斗阵。哦，这个两岸过去民进党会当取代啊，国民党取得台湾人民的信赖甲支持，就是安尼嘛。啊，你今仔民进党甲乌道的蓝社会啊，甲乌道的就因为变乌道的一份子咯。啊啊！只话佮中国相谈，啊！你即摆你这民进民进党到这样时，这个党若无对头个吼，到卡彻彻底底清洗一遍，这个党是完蛋了啦！吼、哦，真正是完蛋。兄弟，今仔日个领到底拢去，真正不能尊敬咧，真正尊敬啊！啊，韩杰在马家，韩杰在后者去要甲报几集啊？哈，无简单啦、啊！安吉爱支持啊！哦，阿、啊、米啦，米无